这把游戏我身为打野，连我家上半野区都没有看一眼，一眼都没看，真的，就像打那个柳絮丛林三 v 三一样，一直在下路大乱斗，贼嗨。哎，抓一波，抓一波，抓一波，等他学个击飞，然后我们抓一波锤石。开头，帮他们把线推一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军训他们了。线推进去了就是回推线，利用我们家辅助的控制跟回推线再来一波。我他妈来了！这个都捞啊！哦，别不低捞，低了低了低了！有人不想玩了，我不说是谁。下路上线，在他们下路上线之前呢，我们就在下半区附近刷刷野怪就好了。好，来了，这里是有眼的，不过他这个眼看到我的时候，他们这波就已经死了。你打他个闪现吧。好，闪现拉着 OK， 他这个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也没有闪了，兄弟们。我怎么那么喜欢抓我中单呢？往后退，等我来。万一敌人悄悄摸过来，我又来啦！他们在这里做的隐位，没什么用。进步到了，很好。哎，往回拉。等他一技能放了之后，我们再放这个暗行者之爪。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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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德莱文跟锤石已经不想玩了。德莱文已经不补刀了。失去了梦想的德莱文在那里发呆了，点了，15分钟点了。